等一下，你留一个，如果没了，我再回来。啊，没有这个说法，我吃得很快，兄弟。林墨，最后一个了，周柯宇，你还有点机会，我要留一个给林墨，因为。你要留他需要叫你吗？啊，他需要叫你吗？林墨不用叫。为啥？因为林墨分我过很多次了。哎，林墨来吃，你要吗？你也有，他也有，你想吃吗？那有臭豆腐。你换了？那我换了。最后一个给你，贼好吃。来吧，想喝甜酒分给你们吧。臭豆腐，我答臭豆腐，换了他们的其他的吃的。